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吴副总统、教育部吴思华吴部长、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林主席洪道先生、体育署何署长、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张朝国会长，今天在场高雄市议会康议长、范训立执行长，还有市政府团队的代表、各个县市长、各位选手、各县市的选手，还有对职员、各位市民朋友，还有今天在透过媒体转播关注我们104年全国运动会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谢谢。首先我要代表高雄市278万的市民，非常欢迎大家莅临我们高雄来参与这一场全台湾非常注目、全国性的综合运动赛事。这是全国运动会，是我们台湾最高层级也是最大型的综合性的运动赛事。高雄市以焕然一新的姿态，我们愿意承办这一场运动盛事。我想在整个硬体的设施上，我们具备适应主场馆、现代化的综合体育馆，还有刚刚完工高雄国际滑轮溜冰场，这个部分我们都非常的齐备。在软体的实力上，我们拥有成功举办2009年高雄世界运动会，我们有若干宝贵的经验，也有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愿意，也很荣幸来办这一场全国运动会。我们高雄市很高兴做东道主，欢迎大家来高雄做客，欢迎各位朋友趁着赛事的期间能够多多看看高雄，也了解一下高雄这些年的努力跟转变，也看到我们高雄的蜕变以后，体验高雄累积的能量。那104年全国运动会总共有来自全国体坛8585位的精英选手、1571位的裁判，还有1990位的志工朋友，大家聚集在高雄，今天起一连六天，在适应主场馆、我们的国际游泳池、西子湾莲池潭、茄定情人码头等等，有43个场域，我们进行田径、游泳、自行车、排球、撞球、滑轮溜冰等等，有33种竞赛的项目。我们虽然肩负着不同的责任跟使命而来，但是我们共同实践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运动家的精神。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投入，还有也非常期盼这几天赛事的进行都能够有非常丰硕甜美的结果成绩。那成功赛事的背后当然是很多人的付出跟努力，我在这里要非常感谢行政院、我们的教育部、包括体育署、包括市府团队、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我们议会还有市民朋友大力的支持参与，还有全国单项运动协会跟高雄市的体育会筹备处的工作同仁、裁判、志工，他们非常辛苦的投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同时我在这里也要感谢民间各单位的支援，
能够让我们这一次的赛事推动事半功倍。我在这里要代表市府的团队，要非常感谢所有的赞助单位：富士康广告媒体集团、先知堂、新一、地中海、竹炭水、老四川、纳智捷汽车等等，鼎力的支持赛事。也要特别感谢财团法人看见台湾基金会冠名赞助开幕典礼的演出，同时热心捐赠还传。最后我要在这里祝福所有的选手都有能够最好的成绩，我们也祝福大会能够圆满成功，祝福大家到高雄来都有一个美好的每一天。在这里跟大家说努力，多谢，欢迎大家来高雄，多谢，努力，谢谢。掌声谢谢陈市长，市长请回座，谢谢。大会会长致辞。